练习太极拳如何做到上下相随？在移动重心和松胯转腰时，腰部以下先动，下面不动，上面就不动，跟节催着烧节奏，腰胯转，肩相随，两胯对着两肩，齐进齐退齐转，可谓上下相随。太极拳的魅力正是在于上下相随的配合，使得动作更加流畅优雅，更富有力量。捋穿脚蹬腰转蹬地捋